由新北市政府举办的里环境认证，汐止区这次参与踊跃，50个里就有28个里参加，而这次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里门、复兴、厚德还有北山都是连续4年拿下5星级认证。扛着机器踏上阶梯，而志工则是快速的把杂乱无章的绿树揪得更平整。北山里每个礼拜都至少要在里内打扫2天，除了打扫环境，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这些花花草草。大家分工合作，有人在巷弄打扫捡垃圾，也有人是负责在公园清理。另外在厚德里也是一样，志工们团结一心为环境付出，在这次新北市政府举办的里环境认证都获得了肯定。以汐止来说，有5个里得到了5星级认证。今年度的环境评比成绩刚刚出炉，我们这边有4个里里门里、复兴里、厚德里还有北山里是连续四年得到5星级的里环境认证那成果非常的璀璨非常的不简单。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环保志工们一向以来在里面呢都非常的认真。今年我是第一次参加非常的幸运也是我们那个义志工的帮忙大家努力的结果报了4项，中了4颗星，非常感谢我们的义志工，还有感谢大家的辛劳。新里长今年第一次参加，虽然不是5星级，但是报名4项保强里也得到了4星认证。志工们对于这成绩很满意，第一时间都好开心。哇，为了这次评比，可以说大家真的很忙，也都非常的紧张，而且大家每天都在一直清扫这样，拔草啦，捡那个水沟的烟蒂啦。有时候大家真的很累，到那天结束以后，大家会非常的高兴，尤其是中奖了，大家更高兴，说希望明年再来。除了刚刚讲的5个里以外呢，其实每个里的成绩都非常好，那有3星的、4星的、2星的那都非常多。那基本上这些里长们每一个也都非常认真在里环境认证这个工作上面。那也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呢，将里面环境呢打扫得非常的干净了。这次认证项目从之前的8项改为5项，所以汐止5个里拿下5星也等于是全垒打，其中有4个里更是4年连续夺5星，纪录保持不容易。而这次汐止50个里就有28个里参加评比，都成为星级认证的里，不论几颗星都让汐止区整体环境变好。记者陈慧玲汐止采访报道。